好行有云林。我们在从2月14号西洋情人节开始要推出的红绿双线，红线的部分叫做文化的红线，是从斗六出发，经过虎尾土库到达北港啊。那绿线叫文化绿线，也是从斗六出发，经过绿色隧道到华山。我相信这两条路线这个沿线的景点都非常非常的精彩，刚刚已经跟各位介绍过了。我们对于这个来推广云林县的这个观光可以说是不遗余力，这几年来也有很好的成就啊。而且呢，我们这个观光的内容啊，除了我们自然的好山好水之外，尤其更难能可贵的是能够结合到我们在地的产业、在地的农特产品、在地的文化、人文、自然等等的资源做一个整合。所以云林观，也就是游览和观光是愈来愈精彩的地方。我们为了要让所有的国人都能够跟我们分享这些非常珍贵的资源，所以行的便利、交通的便利是非常重要的。你要让它的可及性是非常的高，所以推出这么两条路线呢，也就是这样一个背景。感觉怎么样，县长？刮过去。对，那我们用力的重车下来，然后斜着走，对，用一点力，好，上来，不要再刮太快了，刮回去，再刮回去，对，再给两条锯子上在毛巾上，对，那基本上我们这个颜色是要上到四次，我能关门了，我上几班？哈哈哈哈哈！连飞机，连飞机，哎，那个，那个，那个，老板说。